车的嘛，有喝酒，有喝很多的了，他开车很快的，赚钱赚多的，我们两个回去结婚家那边。他在车内，同时他引擎盖上有一名越南籍的那个劳工。那个开车的嘛，有喝酒，有喝很多的了，他开车很快的。赚钱赚多的，我们两个回去结婚家那边。去帮他算命吧，就去问神明啊，然后神明就马上跟他讲说有车关，然后他的眼睛是被那个不好的东西蒙住。他有跟我讲说他为什么会走那条路，他之前不是走那条路回家的啊。